吴若希和 Kelly Jackie 多年前就曾经合作过歌曲《舍得分手》，这次吴若希上电台主持节目就邀请了对方来做嘉宾，顺便还帮对方相睇。想来电台呼吁一下，够啦，各位有志者就快点上来跟我联络啦，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之难得的好女仔来的，还有臭女是没得顶啦，歌艺又几好啊，彈琴又幾好啊，同埋佢按摩嘅手勢都唔錯嘅。好快佢哋又會再次合作推出新歌，大家就要好好期待啦。其實已經錄好咗啦，我哋嚟緊有一首咧，我哋一齊寫嘅 melody 啦，同埋佢填詞嘅一首歌啦，叫《再見媽》，咁就會喺新嘅專輯入邊會收錄嘅。咁所以咧其實今次都係即係。叫做相隔咁多年之後咧，再喺一啲公眾嘅場合合作咯，咁所以都開心嘅。